虽然只是一点伤，但卖相就可以乱成这样，还真是罕见。 姑娘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就是有点累了。脉象怎么会如此之乱？他们要来了，我们快走！我们已经到了。师叔，随我回去。你要忤逆师门吗？可我偏偏有两个师门，但你姓唐，为何非要如此？ 难道唐门真的要做叛盟被抑制师吗？这不是你该想的事情。身为唐门子弟，你只需要懂得遵从。可百里师父告诉我，凡做事之前先问本心。够了，唐莲，你姓唐，唐门的唐。当初是你们送他去雪月城，如今却要斩断他与雪月城的关系，百年世家千秋唐门，就是这么对待门内弟子的吗？唐莲。 我在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可是唐门这一辈最优秀的弟子，我希望你不要做出错误的选择。唐莲，叶姑娘，你赶紧走，找到最近的病崖，走。叶姑娘。 小心！好久不用这类武功，都会忘记叫什么名字了。自在心中神功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就是这个名字。燕安石。在天外天，我叫燕安石；如今再回中原，还是叫我吴昕吧。多谢大舅。我当是谁呀？上回放你回到天外天，这次你竟然还敢跑回中原。 放我回，就凭你！走了。